明明是在见，气氛被你弄像永别了一样。我忘你叫我一声哥，我也没叫你点好，就让你帮完事儿了。我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，才出来晃这么一大圈，都怪那个刀哥。我现在知道怎么进夜店了。我打算以后，你回去开个闪亮又洋气的夜店。 那就千万别再逼客人喝什么神龙套了，再出事儿，哥就罩不了你了。不过要是有机会，还真挺想去你的夜店看看的。那到时候，哥就抬头看看天，天上的星星，就是夜店的灯光。 哥要干件大事儿，办完之后。 要去个地方，正好可能看到的，应该就只有天了。哥要做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平时都有超能力一样吗？怎么今天找不到东西这么久了？这不正好吗？ 明天就走了，还能和多待一会儿。明天，这么急？行了，那也别找了，过坐会儿啊。很多东西啊，不找之后自己就出现了。啊。 坐啊！我这孩子，吃不了你舍弟。你说你开夜店可怎么办啊？我这想问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的眼睛好像跟不太一样。哦，我们家人都长这样的。说，我想你的。我也会想你的。